但有些比如说灯光啊什么一些那些的配置，我那我就不能一一的去每一分每一秒去非常准的去卡去对接，因为这些东西也有灯光老师他们自己的想法，对吧？我说完以后，真正舞台的时候能不能做得到，这个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彩排的时候灯光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很多东西我都非常其实蛮大的压力的。我们用快节目组就非常专业的，就完完整整的把我们画的那张画哦，所以这个道具是你们设计的，自己设计的，很厉害。